请问你是太乙真人吗？什么？我说，请问你是太乙真人吗？我不是太乙真人，但是在我们这块我比较有名啊，我姓马。哎呀，你好，马大师，你能接我电话，我太高兴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不晚上出事吗？马大师，你救救我老公吧，我老公完犊子了。你老公怎么的了？慢慢说，别着急啊。他怎么的？他能中彩票？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吗？他死了。我知道他死了，来我这都是死的。我问他怎么死的？马大师，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？这不废话吗？找我这不都是死的吗？他怎么死的呀？就是让你给害死的，马大师。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我跟我说负责任啊，跟我有什么关？我都不认识。是这么回事，头两天他看你名片回来跟我说你是骗子，我说那没准有人神通广大不是骗子，他说肯定是，我说不是就不是。重点行不行？说重点。他为了证明说你是骗子，他想不开了，然后证明他就跳河了。哥，我救不了，这跳河自杀，这也不是突然死亡啊。大师，只要你能救救我老公，你要多钱我给你多钱行吗？说这话见外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我们这行吧都不讲钱，讲缘。大师，我一看你就是得道高人呐，你讲什么缘呐？三千元。大师，你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你在这块儿啊？你说啥呢？你求问这病怎么这么个太？不是，大师，你别生气，你这舌头，那我现在带我老公去行不？你人死多少时间了？也就五分钟左右吧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准确这个时间呢？其实这事也赖我，大师。其实我是眼瞅着自杀的。那你看着他自杀怎么不丢人呢？我不也想看看起死回生到底灵不灵吗？整这事说啥呀？别废话，这个老娘们，你人现在马上到我这儿，我给你甩进发一位置吧。大师，那你告诉我实话，你说我老公能救活吗？大师啊，五开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五开。大师，你这阴不老公凉了，大师啊，我老公完犊子了。我说你救你老公可能性五开。五开这么大本事吗？五开救我老公。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懂的，你赶紧把你老公给送过来吧。那行吧，大师，那我等一会儿，我马上我就给你送过去行吗？你还等啥呀？还等啊？你这个女的，你这老公都死了还等？不是，我知道死了，我不知道他死吗？眼瞅死的，这不正火化的吗？刚推进去。那不你说的36小时之内都能复活吗？你滚犊子吧！我平时我都不说脏话，你这化成灰我怎么给他复活？气死我了！那哪吒死的时候，太乙真人怎么拿莲藕给他复活了呢？你还是啥本事没有？什么玩意儿大师你？不都血了吗？你们保存好尸体啊？那你让我给他送过去，那他100多斤我能拿动吗？他180多斤呢，我不给他火化呀，我咋想干我呀？你啥大师啊你是啊，咋你也不。喂喂，这什么大师的事。点个赞再走吧。